那你要是水分一蒸干了，它那个音呢，本来是一个基调吧，就这个意思，本来是基调，然后水分一蒸干呢，它又高了，它就往上高了，就变成 A 调了，它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还是尽量选择呢水分多一点，然后呢材质呢一定要结实，要硬，不能要那个。就是我几天了，放很多天了，那样不行，软软的不行。孔嘞。孔深的话音就低，然后孔浅的话呢音就高，哎，然后它的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孔的这个大小，哎，它的这个孔的大小，它保证这个音的这个音质的这个纯度，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大葱呢，大葱它是一个装饰品，哎，萝卜大葱，它是根据这个我的原理，就是根据咱们中国的这个拍小。